你只需要演好这场戏，这个王冠将会永远戴在你的头上。哥哥，你可知道世上最坚固、最可靠的感情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 血缘至亲，只有血缘至亲，才可以相互依赖、相互信任。哥哥，你是我唯一一个亲人，也是我唯一剩下的感情、希望。哥哥。 芷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。将军为了阻止你轻生，迫不得已将你的手脚绑住，你就别怪将军了啊！来，你已经2天都没吃东西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身子骨怎么能受得了呢？多少还是吃一点吧啊！你下去吧。诺。 芷儿，我纪元博这辈子从来没求过什么人。我求你别再折磨自己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我当时。 芷儿，我不求你原谅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再折磨你自己。无论你想要怎样，我都可以满足你，哪怕是你要的性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就让我死。 我听说，人都是有灵魂的。我生总不能与他在一起，死后我的灵魂也会去找他的。
你就杀了我！如果以后你还敢这么做，我就直接咬舌自尽！你干什么你？他如果死了，魏王要是怪罪下来，你我都承担不起。不许再动他！走！ 再如何折磨自己，我都无法挽回你的性命。与其就这样死了，不如杀了姬元，不为你报仇。
不要讲，让我再喝点儿。哎，不要讲，让我再喝点。大王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？你让我喝好不好？让我喝死算了。大王，你胡说什么？酒是用来寻欢的，如何能用来寻死？嗯，像我这样。 活着还不如死了呢！大王，你现在应该宽心了才是。公主已经不再追究你了。嗯，你懂什么呀？那个锦书，他在楚国被那个楚王玩弄，被那些粗鄙的武士蹂躏。你说他回来？ 他如果能打我，如果能骂我，如果能用剑砍我，那才证明他是真正的不追究了。可是他做了什么？他什么都没做，他没有打我，没有骂我，没有对我疯狂的报复。他只是说不再追究了。只是说我们是血缘至亲，他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就是我。我。 我恰恰是那个把他送向万劫不复的人，倩儿，你也是一个女人。你说，如果你也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兄长，你会不憎恨，你会不报复吗？啊，剑琴，我太了解我。 我只是对他还有用处，所以他愿意压制所有的愤怒与憎恨，让我尽最后一点用处。可是用完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会怎么对待我呢？他会让我生不如死的，对，他一定会让我生不如死的，他一定会让我生不如死的。大王，不管公主怎么待你。 倩儿一直在你的身边，你，秦叔，怎么会容忍让你在我身边呢？啊，你，对，就是你，你也是他的人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你是他派的人。 去跟金叔说，我对他是忠诚的，真的，我再也不敢背叛他了，真的，我只是想过那种安安稳稳的日子。晴儿，我求你，你去告诉他，我求你，你去告诉他好吗？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真的。大王，跟您相处了这些日子，我知道，您是一个心地仁慈的王。 对公主的所为逆，并非本心，而是形势所逼，是公主的野心太大，她失了一个做女人的本分。大王，你纵然宽厚，也再不能容忍公主胡作非为了。你。 你怎么敢？大王，你还不相信我？往事自然不敢，但现在不同了。我已有了大王的骨肉，自然要为你们父子打算。你说什么？你怀了我们的孩子？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你？啊！我眼看着大王为公主的事情心烦，所以没敢说。再说，万一公主要是知道的话，对，不要告诉公主，小声点，不能让锦叔知道。如果她要知道的话，她会杀了我们的孩子的，不能让她知道，不能。太好了。
太好了！从此我再也不是孤单一人了。你看这个。 个龙头，戴上它以后，只生男不生女。快看看，只生男的，不生女的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妹妹，你来了啊？王兄。 根本不用担心，他这一去啊，时间不会太短，足够我想出办法对付他了。大王，这样行吗？金叔这丫头，就是心太狠，现在她连军队都想染指了。我本来想慢慢收拾她，可现在我不是有继承人了吗？你放心。 公主交代的事情，奴婢已经办妥了。很好。末将参见公主。姚将军，你统领我韩国所有军力，我要亲耳听到你的答复。公主之前以遣这位姑娘同在下抛名利害，小以大义。末将此后自当一心一意追随公主，只奉公主为韩国的王，韩国的所有军队都由公主调遣。 姬元伯，姬元伯，姬元伯，还记得这儿吧？周都叛宫，记载着我大周王朝无数先民的智慧，也是我大周王室即将复兴的地方。当然。 也是你送给我这个情面的地方，也是我父亲葬身的地方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应龙，上古巨兽，背生双翼，龙中霸主。 伟能在大地上划出江河，曾经帮皇帝大败蚩尤。
方，他与之过水。这是你从历史中读到的记载。可历史是被打扮过的。你看他的牙齿如此尖利，你以为他吃什么？他吃祭品。人，所以历史是有权力的人创造的。权力。 享受祭拜，权力创造历史，无知者必须服从，而你却要带领那些奴婢、贱民去分摊上天赐予王族的权力。他们有权力了，但是他们有智慧吗？天下。 若是落在这些人手里，只有灾祸，无尽的灾祸。是，应龙是吃人，可是他用尾，在大地上劈出江河，他带领人类渡过了大洪水，他让人类繁衍生息。 天道无常，却生生不息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我们，有你我这样的人，那些祭品能做到吗？那些贱民能做到吗？等你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时候，他们却为了一口饭，就想取你的性命。 你需要维持自己的是权力、野心。你以为我维护周王朝的制度是为了自己那点私利吗？不，不是。我要让上古的巨兽复活，我要重铸周天子无上的权力。 是要向我表示臣服吗？知道这龙图腾的样子是怎么形成的吗？是上古的领袖将华夏各部族的图腾都组合在一起。 形成了今天龙的形象。龙，行云布雨，会使人民，象征着九州的祥和和团结，而不像你说的只是权力的化身。所以，只要这世上还有压迫和奴役，我王禅就会反对你，包括你的天子。 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些吗？因为属于你的历史即将完结，我站在高处，你在卑微处。我们虽一同书写历史，但你却是历史中的尘埃，这是时代造就的。待下去吧。
我知道你母亲是位奴隶，你就是周王二十多年前跟一个婢女生的儿子。当年你母亲被处死，她的肌肤被做成了祭祀大骨。你母亲惨死，是因为你守护的制度。走。剑雨。我母亲惨死，是因为我的父亲没有足够强大的权力。王禅，即将去开恩，赐你一个贵族之死的礼仪。你义毕，王禅，你受死吧。见过陈公子。见过少主。时的魏王已经沉迷在权力的角逐中无法自拔，他一心想着推翻周王朝，吞并六国，登顶天下权力的巅峰。焰一样一一吹灭。少主，范渠与我们会合，我等一路跟踪，更接到周都田青大人的密报，这才得知纪元伯要加害于你。少主变法时机传于天下，变法已是民心所向，此时此刻各国奴隶和平民纷纷响应变法号召。诸国之间周楚韩结盟在即，他们与魏国必有一战。
这席卷天下的大战如果开始，遭殃的还是百姓。少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各国情况怎么样？新楚王暴虐，残酷镇压反抗的奴隶，楚国人民早已对他恨之入骨。魏王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革除弊政、废除奴役的王了。我们在魏国当年的盟友死士，都已心灰意冷，四散他国。周都已经完全被周天子和姬元伯掌控，精兵粮足，现又有楚韩为臂膀，更是如虎添翼。现在所有人都说七国之乱祸出一人，少主，你不妨隐遁山林，从长计议。既然上天没让我死，我就要实施我的计划。现在只是缺少一个时机。公子臧，你速回楚国，盯紧新楚王的一举一动，等我指令。少主放心。范雎，你去各国联络我们当年的盟友死士。孙吉，你回到奴隶和人民中间去，传递我们的消息，我们的主张，我们的思想。我们兵分四路，待时机一到，我们便翻转乾坤。少主，我等一定全力以赴。少主，我还想知道恒娥境况怎么样。恒娥他在楚魏边境被魏王废贬为奴了。说的去做吧。这碗给你。好吃。这肉不错，真好吃。吃了。哎，那个，哎，来一块。快点吧。是，哎，真香啊！想吃吗？不给你吃。是，这碗给你。好，报将军，王禅死士混入周都，王禅被救走了。
做了多少坏事，连睡觉都不能安稳。你还恨我吗？恨。可我更恨我自己。你的手这么柔软，温暖。 我的前半生只有仇恨，不知爱为何物。直到遇到了你，我希望我后半辈子能有你陪在身边，让我好好的爱你。 将军，这儿伺候你沐浴可好？我想给你温柔，我想一直守在你身边。